来自于黑龙江哈尔滨的，我们也是趁着这个2月9号开始的新加坡免签的政策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毕竟过去疫情3年呢，出国很不方便嘛。那么免签开了以后呢，那可能对我们东北的地区的，尤其是喜欢到阳光、沙滩啊和大海，会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。